你好，您这台机器已经做好了啊，现在咱试验一下。首先从这儿面从这儿走过来，走过来之后，咱到这儿把辅助一下，借那个压面滚儿。经过三组压面，然后咱再进那个成型机。面片过来之后，这有撒粉盒，后边也有撒粉盒，它是双面撒粉的。然后面片过来了，模具冲压模具打开，别脚脸，别脚脸，你站里边，站里边。